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退房了，现在要准备离开台中，又要回到台北去了。然后昨天和我们一起看球的那个杜总，他说是准备了那个球员的签名球，还有帽子，他说叫我带回去给牛牛，牛牛肯定喜欢的。哎，我觉得真的不错，所以我们约了在路口，他开车来找我们。啊，这边就是我们昨天吃早饭的地方，出来就是 Seven Eleven。这家卤味错过了，是吧？我也不可能再等到晚上9、10点钟再来吃了，有点遗憾，有点遗憾。我们只有下次再来了。我记着这家店，这家肯定好吃，肯定好吃。好几个人跟我们说好吃，好了，杜总来接我们了。好，没事。哎，杜总把我们带到了这里，这一家说是很出名、很出名的一家猪脚饭。对。哇，我们吃猪脚饭，爱吃猪脚饭，出名了已经。真的是，谁都知道。就是，即使我们不拍光吃节目，我们自己在。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喜欢吃这个，也是吃的，对，也是很爱吃的。哎，那他这里不能堂食的，就一张桌子，而且这张桌子放东西。好呀，等他来我们看看是这家吧。哎，他们这里是没有堂食的是吧？啊，现在啊，疫情之后我忘记了，就没有堂食，那我们就站着吃也可以啊。我们可以吃。到车上吃啊，不用。你吃什么？我是来排骨。你来排骨。对对。那么一个，哎呀，排骨饭我也想吃。完了，矿肉饭、猪脚饭、排骨饭、卤蛋今天有，哎，我也要加卤蛋哈。我吃猪脚饭，你吃什么？矿肉。我吃矿肉。好，好。那多加一个卤蛋是吧？对，对好，好。到我公司离这边5分钟。啊，真的、啊？那个肉，第一个是叫是肉什么？肉根。那个是汤，相当于是。汤跟饭。嗯。就类似泡饭这样。对，像泡饭一样。猪脚饭长啥样？我看看。你去看看，哇。这里看不到。这里看不到。这个排骨还是排骨，这个就叫排骨饭的排骨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我要矿肉饭加排骨。你这个，你真的好像是太贪心了。哎，你昨天晚上不就是吗？哎，没事的是我了。哎，那我就一个猪脚饭。你要个什么？也加个排骨吧。那就一个。我一个泡着饭加餐。哎，我有钱。别客气。我有。一个泡肉，一个猪脚，各加一块排骨。对。好。然后各加一个卤蛋。对，哇，发财了。我是排骨，一个排骨。我们来，哪有这样？还有这样。来，你们一个一个点。好，快点来点菜。一个泡肉饭加排骨。等一下。你前面的还没做完。前面的还没做完，好。不要，你还往我兜里塞钱，人家小偷是往外掏钱，你是往里塞钱，还有这样的小偷？亏本满。哎呀，这个小偷真的是。一个矿肉饭加排骨。菜呀、啊。猪脚加排骨，排骨要炸的。炸的。猪脚加炸排。哎，它有卤的排骨吗？有。啊，那我就卤的排骨好了。猪脚加卤的排骨，矿肉加的，然后再加一个排骨饭。嗯，真不错。哦，它小菜还能放。哇，猪脚炸排骨，猪脚卤排骨，给我这个菜好了，谢谢。好，这个不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这个是上面，还有一个菜呢。还有一个菜啊，那就这个好了。那你是什么？它是。我是猪脚加卤的排骨。我是矿肉加炸的排骨。猪
脚。没事，我们可以自己。哎，对，这个给我好了。对，猪脚加卤的排骨。啊，这个是空豆加炸排。对。那个是卤的排骨啊。对，好。那你要筷子吗？要。要的。多少钱？等一下哦。那还有一个呢？是三个嘛？对，还有一个是排骨饭加卤蛋。是排骨，对。排骨饭加卤蛋。炸排卤排。炸排，炸排。炸排。加卤蛋。好。发财了。这其实我们可以带着这个去吃肉圆，就有做的地方。还要吃肉圆？肉圆那边有卖排骨饭。也有卖排骨饭，但是你觉得排骨饭这家更好吃啊？猪脚饭跟泡肉粥更好，所以这个就一定要当地人知道了，是，对吧？来的都是当地人。对，这家叫什么店？没无名，没有名字的是吧？所以我刚才进来就没看到名字。那以后我们要打车来怎么走啊？哦，就在树德一路一街啊，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走。观众朋友们跟我讲说，如果我们到了台北，我们就不要去找什么这个名字的卤肉饭，那个名字的什么饭店，然后你就在 Google 地图上面搜无名，然后你就无名里面出来的都是接地气的小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哦，发财了那就。没有名字啊，确实没有名字。以前应该有名字了，都没了，字都没了。有什么猪脚饭、矿肉饭的啊？就是菜名。都没有名字。小心，好。对面啊，他这个决明大麦茶也很好喝吗？这家叫茶饮店。我如果喜欢吃甜的话，那个味道就还好。啊，可以，我可以，我甜的淡的都 OK。比较不甜。啊。那这个是我朋友开的。啊，是吗？烤鸭。对。啊、哦。湖里跟西屯都有开。啊、哦，都有烤鸭，九和烤鸭。脆皮的。啊，脆皮的。那我就春蒸红茶呗，它是不是这个是它最出名啊？春蒸哦，那个是基底茶，基底茶。对，那你说哪个好喝？我一般我，你喝哪个？我都是也是喝基茶，就我大概都是喝这种清茶这一类啊。那我就这个清茶了，清茶无糖去冰的。好，对，无糖去冰一样。冰我要，少冰就少冰就好了。对，少冰微糖还是？糖也不要，也不要，糖不要，对，少冰。好，好，那三杯。四季春清茶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手摇冰加上那个，加上什么？叫猪脚饭是吧？猪脚饭。那脆皮肉圆还要买吗？不买了，不买，够了，吃不下了，哪里吃得下？我们到杜总的办公室里来，开箱一下。哎，找个地方开箱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那个排骨饭，他吃的很清淡啊。我们这个呢，这是我 的，哎呀，忘了放卤蛋。我的卤蛋给你，不用，吃不了，他在咽口水，不用，真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有听见吗？你闭嘴，他真的在咽口水，刚刚你给我闭嘴。他说，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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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看你的。哦呦，这份也好像还不错。我帮你腌，可是都没有放到那个卤蛋呢。他忘了，他们可能忘了放。我不用的，对，我也不用，我就这个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卤蛋哪里没得吃？就是自带卤蛋。你筷子没拿？啊，我有啊。哎，就两双，给你。要还有什么？哎，真的不用。没关系，不用再那个。我哇，那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，就这样子。哇塞！哦，筷子有了，有了。哎，有了。执行不错，观众们，这样好看。来，最好掉下来，来，最好掉下来，来，掉到我碗里。哇，好吃！这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路边是没有名字的，对，真的是。所以很多要在地人在那里带，可能才能发现。像这一家，我这辈子找不到。这家店，我这辈子找不到。您这里主要就是做设计，对，设计和施工都做是吧？对，哦，那所以你时间自由的很，想去哪里去哪里，对，很自由。哇，这个，好吃，哇，你看看，
吴俊伟的签名照哎。哇。哦，不是签名球哎。签名球哎。哇，这个厉害。棒球这么硬呐、啊？这个打在身上，打在脑袋上，不砸死了？难怪昨天看那个球赛，那个打到那个腿上、那个，他直接就捂在这儿了，跪下了就。要是我直接就是尿了，我裤子就崩开了，大裤子炸飞掉是吧？啊，这个是签名球，还比较软一点，实际比赛用球会更硬。哦，比赛用球还会更硬啊、哦，这个还软一点，对对对，软都掐不进去。啊，吴俊伟94号就是他的球号，对，球衣背号。嗯。这个就是兄弟队是吧，守护神，守护神可以，这个确实好，给牛牛一颗，我一颗，陈老师一颗，是吧，我们三个人互怼互扔啊，三个球三个球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，感谢非常感 谢，好，那么我们就下次见了， OK 好，拜拜拜拜，新麦线好，开车小心啊、okay. 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，哇，送给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是吧，球迷球员签名球，还有球员的帽子，而且实战帽，是他们说这种实战帽有很多观众拿到，这种得到实战帽就会拿到网上去标，还卖得挺贵呢，挺不错的，这个可以给牛牛去，他肯定喜欢。高铁站他票在哪里买，今天你便当中不吃了吧，今天我吃不上是的呀，那这边售票处，这边左边。啊？还有五分钟开车了。啊？你买这么近干什么？他下一班要等40分钟。哇、哦，可能你买的太近了。没有位置。从哪边下去啊？啊，台中台。那你也买的太急了吧？他说可以来得及，他说你们慢慢走来得及。那在哪里呢？这边是出口吧？入口。我靠！就我们这么一个认路的水平，你觉得五分钟会来得及啊？830832，830832，下一个二了，下一辆，那我们从哪里下去呢？这里下去，南下月台，我们是北上月台了，二号了。好，来票给我。好，北上月台啊，它这样分倒也方便。对吧，往南走还往北走，北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，车厢3号，这里是7到9号，不是，这一段是7到9号上去车厢，上去再说呗，对，啊，就这边3号车厢，他买的这么近，这我们怎么跑上车不能把我跑累死吗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神经病真是，还到这里来练跑步的。好，3号到了，开门，他在我后面，估计他要前面的车厢里先进来了，要所有的车厢一路穿过来，还好我聪明跑得快，好，到了，好，车开了，等着这个傻子从那边的车厢一路穿过来，这神经病买的那么急，哎呦，看着啊，来了哎呦，我给他让。我看你还算聪明，前面的车厢里就进来了，明明跑过头，还一个转身上车。哎呀，好，你够不着是吧？不是，这个放就是够不着，给你放满了，你就是够不着。你看，我不就放上去了吗？对。
吧。我还有一个。我看你怎么放，表演一个给我看看。就在这里。就到那里了。啊，板桥。那就快到了。那就快到了。本期节目由木林森国际网路虾皮购物台湾站特约赞助播出。我们木林森国际上网卡现在在台湾也可以买到啦。那么哪里有卖呢？我们已经开放了虾皮台湾站，如果你出国出差想要畅享网络，就可以在视频下方的链接或者扫描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店铺，直接选购你想去的国家，购买这个电话卡，到了当地直接插入手机就可以享受网络。要出国旅游还不赶快买起来呀、你不是要回泰国卖佛牌的那个吗？我要去泰国卖佛牌。台北车站了，这里到达和我们飞机到达，我总算是闹明白了，它不是一个地方，所以都看着都不像。这边出来，我们相对来说就会熟很多。这个不要讲大话。那计程车怎么样下去？西出口，西出口，那要上去了。对，上去。不要跟我说票又弄丢了。我很聪明的这次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it is our train number 5. 好了。西出口。这边可以。其实坐那个坐捷运过去也可以啊。是到哪里？三重啊。有三重站吗？哎呀，那个叫什么？下来还得打车。来聊菜聊嘛。对，下来还得打车。啊。是吧？啊，反正就打吧。那，你到曼谷也是需要打车的。你不如直接这里打车去了。对吧，我那样省钱啊。哦，也要打车为理由。不是、真的是哦。那你到哪里下车都要打车。捷运只能坐到三重金大卤肉饭附近。对啊，那我们是住在三重的另外一个区域，还不是得打车。这样的啊。那我们也可以坐到我们所在的那个区域嘛，总有的吧。三重只有一个站呀。哦，这样的。对呀、哦，好吧，三重只有一个站。好，那计程车招呼站呢？找到了。哎，这里直接就可以。哇，这么多人排队打车，我的天哪！好，到达了。这个等车的就那边有一个电风扇。哎，好，可以。好，稍等，我还有一个背包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我也放在这里吧。好。OK。哇，舒服。哇，凉爽。啊，我们什么三重？不是这样，大北城，你这条路它是几巷几巷？这里都叫街是吧？再小的巷子都叫街。这个、都叫街。三重是这样叫，这三重街很多，街很多，街很多，三重街很多。应该是这个大马路的巷，我们夜市吧，进不了。哇、那我们这次就是住在夜市里面啊？对，进去。哇，这下厉害了。陈老师，你付钱啊，我去后面拿行李。哇，那早知道上次我就不直接来了。对啊，上次还要打车到这里，这一次我们直接就是住在夜市里。哇，这有点过分了。
这个太赤裸裸了，是吧？这个行为太赤裸裸了，直接住夜市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那就进夜市了呀。那我是不是应该买个蛋饼吃吃呢？我饿了，买个蛋饼吃吃吧，好吧？我买个蛋饼吃吃。喂，你好，给我来个油葱油饼加蛋呢。好，你要不要？你不要？哎呦，你还不要？多少钱？40块是吧？你真不要啊？真不要。啊，谢谢。等一下找你。好。这个葱油饼是不是像那种三星葱啊？对。啊、哦。对。好，发财了。那个肖恩那么像。叫什么？好美自助餐，他的老板啊。老板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。高高壮壮的，超香的，我都失去失散的。哇，一架飞机开过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？那我过会我要去会会他。每天都看你们的。嗯，好，我要去会会他。好的。啊，谢谢。什么酱料？有什么酱料？酱油、甜酱、辣酱都可以加。我要甜酱。酱油要吗？酱油要。要。对他最近血糖比较低，要吃点糖的。没有，我是血压比较高，哪里有血糖比较低啊？真是。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他说刚才里面有一家叫什么阿美，那个老板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哦，我在想，还有长成这样的人。我想这个老板怎么能长成这样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奇了怪了，真的是，我自己都看着自己烦。我看到老板肯定要烦死，是吧？照镜子一样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。景通街。景通街，哇，他们这些巷子都叫街是吧？那个说了那个，这叫什么？中央北路，那这个算什么？是景通街吗？是巷子吗？老师，好，景通街，就这里是吧？对，好。都是好吃的，我们真的太赤裸裸了，这一次直接赤裸裸的住在夜市里啊，真的是斗胆，直接住进夜市了，从来没有过。我们住在西门町嘛，也算近了是吧，要走几步，这个地方走都不用走，哇，这太过分了是吧。到了。